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ly 潘嘉丽。出道以前呢，我是空服员，可是其实一直就有想要当歌手的梦想，所以一边飞行，我就一边参加新加坡的一个选秀歌唱比赛，结果就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发片。我在台湾其实发了三张专辑，可是成绩都不如预期的好，所以我就回新加坡了，主持、参加活动、商演，接了很多演艺圈的工作，为了就是不要让大家忘记我。同时，我也创作，其实做的这一切呢，就是要准备好可以重返这个舞台。我就是要当歌手。暌违八年，我又再度踏上选秀比赛的这个舞台。虽然之前大家可能都不太记得我，可是在这一刻，我要用我的声音让大家记住我。我是 Kelly 潘嘉丽。Hello， 老师好，评审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加坡的 Kelly 潘嘉丽。好可爱，八年了，有八年了，哇，在站上这个舞台，什么样的心情？其实非常非常兴奋，因为其实已经有很久没有回来台湾，然后这次又可以站上这么棒的舞台，其实非常开心。好，机会命运，请选择。机会命运，请选择。我选机会。机会。啊！很紧张吧，诗涵？哎呦，你不要跌倒了。是啊，你刚刚好像斜着上，很紧张哦。各位评审老师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诗涵。最终战，对不对？很紧张。没关系，遇强则强。好，来，请您坐一下啊，休息一会儿。嘉丽，来选什么歌曲？其实我已经超过一年时间没有回来台湾了。那其实可以再站上这个舞台，真的非常开心，因为唱歌给我很多的快乐，也给我很多的满足感。我想一直一直的唱下去，这是我心里的答案。带来这首歌《答案》。好，请开始。谢谢嘉丽啊。